这里是阿斗带你看电影，我是阿斗。很多人在视频下面留言，念念不忘世界奇妙物语怎么就不更新了？做这个系列的播放量呢，远低于其他电影，吃力还不太好，所以也就少做了。不过毕竟我是个很宠粉的人，今天依然继续介绍这个历时30年的日剧，其中一个光怪陆离的小故事，变色龙演员。故事开始，我们的男主是个混迹于演艺圈的小鲜肉，看这拙劣的演技，估计很多国内的流量明星都看不上眼。导演呢也实在是受不了，赶紧喊卡，对男主一顿数落，什么表演要用心，那不要浮于表面。男主呢只能连忙赔不是，但是演技不在行，有心无力啊。带他入行的朋友呢也说了，在这个时代，小鲜肉靠脸吃饭，虽然粉丝来得快，但不是长久之计。今天因为你的颜成为你的粉丝，明天就能成为其他颜值更高的小鲜肉的粉丝，没有演技迟早是会被淘汰的。此时一位实力派男星八卷大佬路过，大家赶紧起身打招呼。这位在演艺圈地位很高，演技出神入化，也是男主一直崇拜的偶像。只是男主知道自己实在是没什么表演天赋，这辈子应该是达不到偶像这个高度的。一旁的经纪人看他这么没自信，也是恨铁不成钢，神神秘秘的带他来到了一个隐蔽的实验室，里面的女医生介绍了起来。变色龙的原理是靠一种特殊的激素刺激大脑分泌一种物质，继而传遍全身，才能变成想要的样子。而他成功的提取了这种激素，只要注入到人的大脑，心里默念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，就能在短时间内变成那样的人。说的男主和经纪人都很震惊。回到剧组，再三犹豫纠结，是想当一辈子的烂片小鲜肉被大家看不起，还是成为影帝？最后豁出去了，注射了激素，接着一阵头晕目眩。男主心里也默念着影片里面的角色背景，想象着自己就是那个女友被黑社会所杀的拼命之人。随后一阵刺眼的光芒，国际巨星闪亮登场。来到片场，导演刚想骂他，没想到男主已经进入了状态，那赶紧拍呀。这一次的表演果然非同凡响，王霸之气侧漏，生死看淡，不服就干。影帝级别的表演瞬间征服了导演，大家情不自禁的鼓起了掌。演完之后的男主很兴奋，有了这个药以后岂不是天下无敌了，称霸演艺圈分分钟的事。下一部戏是奶的名字，恶搞哪部电影就不用多说了吧啊！还是照旧开拍之前打激素，将一个深爱奶流的男人的那种温柔演绎的淋漓尽致啊！接下来饰演钢琴家，弹奏的乐曲感天动地，还有跳钢管舞的舞蹈家，打了药的他甚至不输专业钢管舞演员，简直是开挂般的存在。顺便还泡上了一起演戏的女主，自从打了这个激素，事业爱情发展的顺风顺水啊！男主的人气瞬间跃居于演员榜的第二名，第一名就是之前那个实力派八卷，但是他心里还是有些不爽的，网上都说他是翻版的八卷。女主呢也发现了男主的异常，怎么突然变得没什么自信呢？他又赶紧跑到厕所去给自己打了一针，瞬间又变成了魅力四射风度翩翩的人。这天经纪人照常来送药，看出男主好像有点不对劲了、啊、是不是私下打了药啊？你这可不行啊，身体会搞坏的。虽然有些担心，但是看他一脸蛮不在乎的样子呢，也就暂时作罢。这次正好接了一部和八卷的对手戏，卖点就是演技榜第一名和第二名的巅峰对决，这不就是男主梦寐以求的吗？他这次一定要正面击败八卷，成为新的演技之王。照常打完激素来到片场，这是最后一场戏，男主饰演的是个变态杀手，正好能体现演技，可没想到演着演着突然倒地不醒，可能是药物打多了，副作用发了。八卷对男主也是惺惺相惜，要求暂停拍摄，等男主的最佳状态再来演完这场。回到家，男主是已经有些精神错乱了，不停地穿梭在之前的各个角色里，赶紧去找女医生呐、啊。可人家说你这是激素打多了，回家好好休息，多喝热水就可以了。可这最后一场戏迫在眉睫，不能等呐、啊，架不住男主苦苦哀求，没办法，女医生拿出了刚刚研发出了纯度更高的激素，目前还没有人用过，有什么副作用也不是很清楚。
男主回到剧组，心里还是有些害怕，正在犹豫纠结，经纪人打来电话劝他放弃，最后一场戏就用自己真实的演技去演就好了。可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夙愿，成为世界上演技最好的演员，男主还是注射了。这个时候他的女友也赶了过来，原来呀，他早就发现了男主偷偷打药的秘密，所以他私下偷偷把这个激素啊给调包了。随着导演的一句开拍，八卷直接气势全开，压迫性十足。没想到男主从容应对，癫狂的神级表演竟然还反压对方一头。面对如此强势的对手，八卷有些不知所措。随着一声枪响，导演长舒一口气，终于拍完了。这次男主的表演堪称完美，八卷前辈也是心服口服，可男主还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。工作人员赶紧过来，才发现已经断气了。也许是太过入戏，演死人的最高境界就是变成死人。男主终于也算是圆了自己的夙愿，但也失去了生命。所有工作人员一同给男主鼓掌。突然一阵光芒闪烁，大家凑过来一看，他居然变成了一只变色龙。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副作用吧。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虽然事情是虚构的，但也不无体现现实。咱们打铁还需自身硬，靠着花里胡哨的歪脑筋，可能会上一时的巅峰，但脚下踩不实，跌下来的时候也是越惨的。所以说咱们做人还是要脚踏实地，该得到的迟早也会得到。我是阿斗，一个让你沉迷于故事的讲述者，浓缩电影精华又不失它本来的魅力。扫描二维码添加我的微信号，除了能第一时间收到更新，更有独家解读的视频等待你的发掘。扫描它，然后带走我。